何超儀請來好友兼著名攝影師 Patty Boy 來香港舉行攝影展，首度策劃攝影展的超儀還說求了對方很久才成事啊，都求了他好久啊，但是他真的非常好人啊，他也值得我的人，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并不是要跟他要照片那个 photo exhibition， 我们只是去他家做一个朋友，去他家坐一坐，在英国那就成为了朋友。He's in London. I thought we met in the south of France. Oh yeah， 他的记性比我还好啊，因为他在那个我们在那个康城啊，那喀纳电影节里面，我们都有一个好朋友导演在开 party， 那我们都去听他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认识了。除此之外，呢次 Patty 仲为超儀同老公陈子聪影咗七分照添啊。那最后没有，他最后愿意搞那个 photo exhibition 的时候，我就要求他能不能帮我拍，就很大胆的要求，但是他愿意了。I love to take a photo of you. It was fun. We had a fun time. Oh yeah, have fun whole day. 我们那天在拍照，整天让 Patty 说的，他很喜欢拍我，而且我们在 studio 在摄影棚里面拍照。整天都非常开心，都在玩，所以他仍然爱拍我。